熊掰乙醛哈，迫不及待，马上下去喂。十几斤的大牙钓，哎呦，这钓大了，没有打过这么大的，这钓大，哇，过瘾，过瘾。
又一条大的，但是这下可能麻烦了，它已经卡在下面了。哇，抓下来了，这条要十几斤，哇！我操，一圈就偷跑了，我操！哦，跑了，完了，可惜了，跑来条鱼还弄烂一个一圈，那鱼太大了。拔出来，好下，拔不出来，我看到那条鱼了，下去把它拿下来一下，一圈就找到，那个鱼还在下面，爆！差点就让他跑了，这条应该有十几斤。那个洞里面好多鱼啊，但是我不想打那个鱼。
我最后下一圈打一条鱼。急急忙忙搞了大半天，现在也是急急忙忙，相传必须搞一桶鲍鱼泡面来恢复一下这个刚才消耗的体力，最快的。有泡面吃，珍惜在这种地方是特别的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我不想吃，我就是想吃泡面。好了，这个就不说这么多了。吃完泡面，人家睡一睡，睡觉休息一下。这期呢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